你的问题从牛做一个字，你也飞头。牛牛大军。哇！不能再杀他了。你上去看。啊，你上去看。人今天给他彻底洗一下。就是爽感，能骑人了嘞。嗯。啊，大军去了。嗯，看天赋。哎呦，那东西！这个鼻子。天酷了，今天准备去山上找牛了，天气特别热，不过这两个小表弟也跟着一起去，也好，那就一起去了。哇，这真的是热的不行啊！你这个脸上的汗。算了，我们决定走水路了，因为据我对水牛的了解啊，这么热的天，它百分百一定在小溪里面泡澡，所以我们决定顺着水路一直游下去，可能要游个一个多小时哦。算了，跟表弟他们一起慢慢游吧，应该挺爽的。你们这个速度太慢了，这什么时候能赶到那里啊？就我们就沿着这小溪一直往下面游过去，就能肯定能找到牛的。我游不动。哎，这水路走的也太慢了，关键这两个小家伙就是一直去玩去了，就老是走的太慢了，要是一直游的话应该也挺快的。走快点喽！你看这个，在那里沙滩上面干嘛呢？就不走了。啊，牛现在都还没找到，一两个小时过去了，游了一两个小时。我在干嘛嘞？哎，就是去找牛的，好吧？别在这里玩，找牛的，快点，快点，快点，别玩了，别玩了。乖乖，终于找到了，这在下面，这里有点看不清啊，就是下面那个水潭里面。哎，好巧啊，怎么碰到你们两个在这里洗澡啊？我们刚好也准备到这里洗澡的，来一起洗，一起洗。哎，嗯，你不是，跳的都挤不上去啊，这水里都还骑不上去吧？你们有咦，给你上哪里去？你们有没有去？哦，冻着来打我了，我来打了都冻了我，哇，我得去刷手机。我冻了。小牛不能骑，小牛骑了吓着它就跑了，大牛比较乖一点。我来照顾我。我来。你们来帮忙了，我要帮忙。小心他那个牛角啊，万一他不小心下软下去了。给你下蒙下去，一点蒙下去，你这样了。这牛都笑的。最近很拽呀，那都不是你死了。勇敢牛牛，不怕困难。勇敢牛牛。我最近看他的女人。嗯，哈哈哈哈哈哈，太黑呀，这个好黑啊你。
脚不脚脚皮发疼啊。小仓鼠后面刚来快过碰到谁来你仔细看看这牛有没有上牙根本就没有上牙的家伙打开打开看一下好了好了牙开设计给我吃给他咬了妈这是芥末没刷牙你没嘴了他才画吧哎你说观看我们视频的一般都是长得帅的还长得特别漂亮的是不是你看了那图了